近年香港素食文化成为热潮，一项有关港人素食习惯的调查发现，2020年香港的素食人口比起2018年上升了 10%，而全港有超过250万人有弹性鱼素习惯，即是大约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会每星期某些时间不吃肉，有些甚至会弃肉重素。这个素食展今年第七年举办，每年都吸引不少素食爱好者入场，而今年的参展商和参观人数都增加不少。这两年其实好看到素食人口是大幅增长的。过往素食是好像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兴趣，但现在好像已经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文化，还有是大众关注的东西来的。而这一样东西其实是在我这个展览会都反映到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规模是在今年里面我们是增加了有成四成那么多。随着素食人口上升，制作素食料理的厨师亦有所增加。邝子刚阿 Ken 是一位素食者，亦是一位厨师，曾经到台湾和韩国的寺院学艺。他除了在社交平台教煮素食之外，亦有为电视台主持节目。我就大约在四届之前已经有来了，以前咧係年長嘅比較多嘅，近年咧見到越嚟越年輕嘅，甚至乎入到嚟咧有啲小朋友啊，十零歲嘅又有，廿零三十歲嘅仲多，趨勢見到係越嚟越多年輕人去關注咗素食同健康，仲有環保呢啲咯。咁我作為一個素食廚師咧嚟呢度行咧，主要就係增廣見聞啦，亦都睇下有冇啲新奇嘅素食啦，啱喺諗翻喺啲餐度用啦。氣炸㗎，好美味嘅，係，好方便嘅，係，又環保嘅。呢個趨勢絕對係對動物嚟講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啦，因為你係全植物嘅飲食啦，亦都睇到嚟緊大家對地球環保嘅關注咧，其實係見到越嚟越趨向呢個方面嘅。唔該，要一個幫。阿 Ken 並唔係由細到大都係素食者。学生时代他是香港空手道代表队成员，当时想着增加肌肉，所以餐餐多肉小菜，后来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佛教团体后有所顿悟，于是如数至今。想要啲熟香蕉起点嘅。2013年我参加咗一个法会，最重点就提到因果关系，其实好多嘢就要还啦，即係做咗啲咩恶业呀咁样。所以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呢个成个素食呢个因缘，我都可以推广。推广呢最重要一样嘢就係你首先自己要食。你自己如果根本冇接觸，唔去食，你點樣可以推廣俾人哋咧？所以我就自己首先要去試咗，究竟對自身有冇一個改變啦。二來就係要學習點樣煮啦，咁啊再繼而就係去教學啦。阿 Ken 不時會製作素食教學短片，分享自己嘅心得。今日佢就為佛聯會拍攝推廣素食日。因為其實咧，我哋應該會講就係話，點樣可以喺屋企又煮啲有營養又好味嘅素食。咁所以你睇下呢啲位，你介紹嘅時候點樣去滲下呢啲元素出嚟？呢一條片咧就介紹大家一個我自己經常早餐都會食嘅或者叫飲嘅叫綠果菜露。咁香蕉咧係主角嚟嘅，點解要起曬點呢？第一，佢特別甜；第二，佢抗氧化能力最高。鐵質啊，嗰啲好豐富啦，菠菜。但係咧，植物性鐵質咧，身體係比較難吸收嘅。咁所以咧，我哋要靠維他命 C 去配合佢咧，先可以容易吸收。素食者容易有蛋白質同埋鐵質啦。早幾年前我嘅推廣素食模式咧，就係純粹去教煮一兩個餸啊，就比較少講營養啊。但係近呢兩三年咧，隨住我亦都教學相長啦，你自己教人食素，你自己都會吸收咗好多唔同嘅知識。咁呢啲累積咗嚟時候咧，咁我就將佢咧多啲分享俾人啦。的而且確，我哋對營養攝取嘅知識非常重要。英國醫學雜誌刊登咗一項研究，顯示素食者與純素食者中風嘅風險，比起食肉者竟然高出20%。所謂純素
即是连蛋奶类制品都不吃。有研究人员估计可能跟维他命 B12 水平有关。因为 B12 其实就是在这个动物性的食物会有，所以有些吃素食的人士，他们还有吃鸡蛋的，喝下牛奶，吃下芝士，都会有 B12 的存在。但如果连鸡蛋、牛奶、奶粉类的都不吃的话， B12 的方面就要作一个补充，可以买一些 B12 维他命，甚至乎你在你选食物的时候，现在也都很多食物都会可能添加了 B12 的。素食如果吃得均衡健康的话，其实对身体带来有很多的益处，包括就是保护肠道的健康，另外也都可以减低就是二型糖尿、心血管疾病，甚至乎某些癌症的风险。但是吃的时候就要留意它的均衡性、完整性，记得蛋白质要够，还有维他命、矿物质那些都要吃得足够的。有些女士真的吃得太斋，又没什么怎样去补充她们的铁质，影响到会有缺铁性贫血，那就会变得得不偿失了。25岁的徐烟俊阿 Len， 因为初中时看了一套有关综合格斗的电影而爱上健身，在开始健身两年左右就开始如数。我本身以前都有少少湿疹嘅，咁亦都有少少鼻敏感嘅，咁但系反而咧有做运动咧就恶化咗，啲皮肤咧不断翻发同埋痕啦，咁然之后鼻敏感咧都好劲啦，即系有时夜晚都瞓唔到觉。中醫就話，其實你會唔會係對蛋敏感啊？你會唔會係對奶有敏感啊？又或者你會唔會其實係對海鮮有敏感啊？咁我數下手指，咁如果係咁樣，咁其實我好多肉都唔食得咯喎，好多蛋同奶都唔食得咯喎，最主要嘅蛋白質都唔食得噶咯喎。咁我就心諗，咁橫掂都係啦。咁既然有機會是因為這些問題的，那我不如就戒掉去試一次吧。肉類含有豐富蛋白質，亦是能量其中一個主要來源，所以很多人認為不吃肉就很容易不夠力氣。有些人說不吃肉沒力，那我會覺得每個人的身體都不同，那個情況因人而異。但是一開始吃素的時候，其實表現不是那麼好的，因為我那時不懂吃，亂地吃，只是吃黃豆製品，就結果經常都覺得肚子不是很舒服，不是很吸收到，胃脹氣，我就想會不會是我不適合吃素呢。阿 Len 并没有因此放弃素食，反而上网再找有关素食运动员的资料。他转食黄豆制品以外的高蛋白质植物食物，好像坚果、燕麦、粗米和红米等之后，表现就开始提升，连湿疹和鼻敏感症状也都消失。未吃素之前做運動，身體是會諗緊幾時走，因為很攰。但是轉了全面啲咁樣去吃素之後，做極都不想走，同埋咧做極都未夠，一個禮拜7日都會去做嘅。我覺得 recover 到，不需要休息。一瞓覺，第二朝起身再去做過一樣，很有精力、很有活力咁樣去做。比起以前未吃素做一日，跟住就想唞兩日，又心諗不可以偷懶，要夾硬去做，那個情況就我覺得會改善了很多，而且就好很多了。阿 Len 的父母本来不是素食者，不过见到阿仔的成绩，妈妈就改变了想法。现在他和阿 Len 一样转了食素，三人同台吃饭，虽然爸爸是分食者，但是彼此互相尊重。佢一食素咧，佢就嗌我食素。我做嘢唔方便啊，即係嗰陣時做嘢嘛，要帶飯啊嘛，唔方便。後屘見到佢食到咁好咁健康，我咪跟住食咯。啱啱先起步食素，啱啱起步連做啲健身咧，我即係對佢嚟講冇咩信心。哇嚇！你咁細個食素又練嗰啲健美，點夠力啊？我以為佢玩玩下啫。或者一個月啊兩個月啊咁，
跟住估唔到佢真係好認真，佢做到出嚟喎。屋企人食素咪食素，出街咪食肉。街嗰啲食齋麻煩啲啊。如果佢啱時候食素，佢就會自己會食啊。我覺得呢啲冇得逼咯，我覺得。好似我咁樣，我突然間話食就食。但係如果十九歲，你叫我十七歲、十八歲嗰時，可能你點樣叫我都未必會食。咁所以都係佢自己決定啦。阿 Len 是九十后素食健美运动员，曾经获得不少国际奖项。他现在会开班训练学员参加健美比赛，当中大部分都是肉食者。咁我依家就十几个学生啦，咁就食素咧其实唔多嘅，咁就一两个嘅。咁但系接触得多咗我之后咧，咁佢哋都会开始对素食产生咗一个興趣啦，咁就係譬如佢哋有時都會一日三餐入面食一餐素，試下都好喎。有時都想去試下，其實素食係咪真係 OK 呢？我本身唔係食素嘅，我當初咧喺social media 嗰個咧睇嗰啲 suggestion， 見到一個哇咁大隻嘅咁樣。當其時我見到佢網名叫做 vegan 崔軒津咁樣，咁得意咧，佢又食素嘅，幾 interesting 喎。咁就問佢咯。因為我清楚知道咧會有 meal prep 呢樣嘢嘅，咁但我係食仲未係食素噶啦，但係佢食素嘅時候會有衝突咧，咁發現係冇嘅。咁 meal one 咧，我哋配搭咧就係小米啦，佢嘅卡路里咧就比較低啦，咁同埋咧佢嘅脂肪比咧都比較低啦，咁但係佢嘅protein都高嘅喎，咁你就唔會想係咁食嘢咯，咁就係修身嘅時候用嘅。咁然之後咧，作為教練咧，咁如果學員咧有要求咧，咁我都會盡我嘅責任咧去安排翻相應嘅餐單俾佢哋嘅。但係因為我本身係食素啦，咁我就會去安排多一個選擇，就係一個素食嘅餐單俾佢哋去揀。咁究竟咧係用我哋嘅素食嘅餐單啦，定係用翻佢哋正常 regular 嘅餐單咧？咁就係呢個就係學員嘅選擇。我覺得我將來食素嘅機會都頗大嘅，係啦，睇下咧，就係我見到，因為咧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是，食素會唔會導致到好似我咁大隻，令到我可以做到佢我想做嘅嘢咧？咁令到我就不如我試下食素啊！如果佢哋因為接觸得咗多咗我咧，而佢哋去開始嘗試，又或者去思考呢一樣嘢咧，咁我會好開心同埋好樂意去見到呢件事俾人知道。哦，其實依家市面上有好多選擇噶，咁素食都係其中一個。轉食素，有人因為身體關係，有人因為信仰原因，亦有人因為家庭因素。傅家俊 Marco 轉食全素接近二十年，而佢有呢個諗法，同屋企人嘅習慣有好大關係。我係2003年開始食素啦，咁其實都係受屋企人影響啦。當時媽咪就食長齋嘅，因為宗教嘅原因啦。咁跟住我其實同爹哋啊，有時譬如出去同朋友都係食肉嘅嗰時。咁但係屋企就食素咯嚇，因為媽咪煮齋咁樣咯。直至25歲嗰年去英國比賽兩星期 ，Marco 突然心血來潮，向自己承諾整個旅程食素，結果感覺良好，連困擾自己5、6年嘅胃酸倒流現象都有所舒緩。幾乎冇再出現。其實桌球都需要個頭腦好清醒啦，因為其實面對住每一局波都係唔同嘅，咁同埋有時譬如喺壓力之下比賽啊，咁都要個頭腦要好清醒先可以做出一啲正確嘅決定。食咗素之後，心情會平靜啲啦，脾氣冇咁大啦，頭腦亦都係清醒咗嘅，感覺上都會好似輕咗咁樣啦。因為之前好多人都會問：哇，你唔食肉會唔會體力唔夠啊？咁樣，但我自己就冇發覺呢個問題，反而係調翻轉，食咗素之後體力好咗咯。因為之前食肉嘅時候，好似成日覺得好似即係個步伐好似好重咁樣啊。咁食咗素之後就即係感覺上係真係輕咗。咁同埋譬如比賽嘅時候，係可以維持一段比較長啲時間都唔會攰咯。
Marco 同太太 Shelly 喺英國認識，當時 Shelly 已經係素食者，有時揾唔到素食餐廳，佢哋就要諗方法點餐。我哋平時去茶餐廳咧，有時中意食人哋焗豬扒飯，我哋同佢哋講唔該焗豬扒飯走豬扒，佢哋話嚇，咁你淨係得飯炒飯底加茄汁喎，佢話 OK 啊，麻煩仲要走埋洋葱咯。啲人以為我哋講笑，啲朋友可能覺得嚇焗豬扒飯就豬扒，你咪講係咪玩啊？即係咁，但係其實我好認真嘅喎，真係冇嘢食啊嘛，即係唯有係咁樣咯。早餐餐廳嗰啲咩雪菜肉絲米，唔該走肉絲，跟住嗰個湯米滾水上 OK 啦。係啊。Marco 嘅兩個女分別係八歲同五歲，自出娘胎就係素食者，係胎女素。對於未食過肉類的小朋友嚟講，食肉是匪夷所思的事。好似呢個好好食嘅，假嘅呢蝦，真嘅，舉藥嚟噶，用舉藥做噶。我好驚啊！我平時見到人食蝦就會眯埋眼睛，跟住我就行走唔可以睇咯。因為佢殺咗個動物，好殘忍啊！因為佢好似真嘅蝦。佢哋見到呢啲成隻好似樣嘅咧，就唔敢食嘅，因為佢覺得同真嘅好相似。咁啊，純粹即係情感上覺得，哇！我要殺咗呢個海鮮嚟食，所以就算個樣似佢哋都會好驚咯。但係譬如啊，鰻魚成塊嘅素嘅，因為佢唔知係成條嘅，因為佢哋根本就未見過，咁所以一塊嘅製成品咧，佢哋就會 OK 咯。我哋都有討論過佢哋將來會唔會食肉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喺屋企，當然我哋食開素就唔會無端端會即係特登試下煮啲肉俾佢哋食嘅。咁但係兩個小朋友長大，將來食唔食素嘅嗰個選擇權都係喺翻佢哋自己身上咁樣咯。小朋友在成长阶段应不应该食素，坊间意见不一，有认为会对脑部发展、生长速度有影响，甚至会有专注力不足以及贫血的问题。的活力发展和其他小朋友没什么分别，也看不出有什么分别，一样都是有这么多 energy， 不觉得说食素是弱啲，甚至乎佢哋譬如全日出去玩都冇話見攰嘅，即係同其他係一模一樣。我會睇翻佢哋嘅體質有啲咩需要補充嘅，自己都會研究同中醫嘅身體有關，覺得食得可能菇類太多濕嘅，咁自己有時就要幫佢哋去下濕啊，又或者要健下脾。咁好在佢哋咩都食，咁所以平時有好多時佢哋都會肯食淮山啊、薏米啊。咁甚至乎有時根據天氣，依家夏天要應該食瓜，咁佢哋苦瓜都會食噶。基本上就係盡量俾 balance diet 俾佢哋。咁中醫咧就有五慈五軟嘅講法嘅，五慈包括係立、行、語、法、恥。咁呢五慈咧就係講緊佢企啊、行路啊、語言嗰個發展能力啊、頭髮嘅生長速度啊，同埋牙齒嗰個發育會唔會比其他人遲啊？或者係五軟就係頭頸軟啦、口軟、手足軟同埋肌肉軟。咁應該早啲尋求專業嘅協助，睇下佢哋嗰個膳食夠唔夠全面，營養可以吸收到啦。其實小朋友咧，佢都可以食素嘅，只要佢食素咧，就係食得均衡，同大人嘅 concept 係冇分別嘅，蛋白質啊、鐵質啊各方面嘅維他命、礦物質、營養素足夠的話咧，就可以支持到佢哋健康嘅發育噶啦。咁但係咧，小朋友的而且確有啲小朋友咧，就比較容易係偏食啊咁樣，咁可能食嘅嘢就唔係咁均衡。咁啊，另外尤其是蛋白質啦，如果食得唔夠嘅話咧，就可能會令到佢哋成日都肚餓，而肚餓嘅時候咧，就會餐與餐之間咧，就可能揾多咗一啲唔係咁健康嘅零食啦，例如餅乾啊、薯片啊、蛋糕啊等等咁樣嘅。咁變咗咧，成件事就係原先想食素咧，就係想健康，咁但係得出嚟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同你原意咧就會有一個差距啊、出入啊咁樣啦。呢啲就係食生嘅人
嗰個實際年齡同個樣應該都幾大差別咯。75歲我都幾唔似75歲咯，因為我哋平時食嘅食物咧，要用70% 嘅能量去消耗翻嗰啲食物喎。咁但係如果你係食一啲容易消化，好似食生呢啲咧，咁你唔使用好多身體嘅能量去消化佢啦，咁唔使虛耗自己嘅能量，咁你變咗你自己咪好有能量咯，你又唔使發咁多。素食廚師阿 Ken 認為，推廣食素想更上一層樓，就應該推廣食生，即係生機素食，意思係盡食嘅蔬果最多唔會經過40多度嘅加温。食素又好，食生又好，其實追求一樣嘢都係樸素嘅生活。咁食生就更加之再樸素啲，因為第一我哋根本都唔使開火，係啦，我哋亦都食啲好簡單、最天然嘅蔬菜水果，回歸翻大自然。所以我覺得食生比起食素會再高多咗一個層次咯。食生除咗真係食水果就咁食之外，都想有多啲情趣啦咁樣。咁所以今日就會教大家一個雲石芝士蛋糕，係食三版，即係冇蛋、冇奶、唔會煮。一般人咧對食物嘅色香味咧，大家都一定好高噶。如果你冇咗呢樣嘢咧，基本上一般人係好難接受嘅。唔好講話生食，甚至乎素食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基本上你整任何嘅食物咧，基本上都係要色香味。但如果對於我嚟講咧，要講埋要靚啦，要有營養啦，咁樣先會完整咯。食生咧，成日鼓勵去食一啲比較健康啲、低 GI 值嘅糖。食生其實都一樣食到食物嘅營養，但個分別就係食生咧就多咗酵素同埋維他命 C， 因為酵素同維他命 C 咧佢經過高温咧就會破壞嘅。我哋身體咧無論喺新陳代謝啦、消化啦、排毒啦呢啲全部都需要大量嘅維他命 C 同酵素，加上因為呢啲食生嘅全部都唔會加温超過40多度嘅，咁變咗裏邊嗰啲蛋白質啊、脂肪啊，全部都唔會變質啊！咁我哋食翻食物本來嘅營養，咁啊令到我哋可以吸收曬成個食物嘅營養落翻，同埋個能量喺我哋身體咯。簡單素食甚至生機素食，除咗為糧食危機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外，更有機會成為食肆嘅一個招來。這個趨勢預計會為我哋嘅生活習慣帶嚟一個重大嘅改變。